大学老街到啦。哇，因为下雨真的人少了很多。蛮喜欢这种店。你干嘛店呢？对，很好玩。嗯，要进去逛吗？要，当然啦。老公，他要去干嘛店？嗯，好小的布布卡，你看这个。嗯。这可能你爸爸小时候就有这样的糖吧。老公，这个我小时候吃过。我吃过。那咱俩是一样的，这个我小时候真的有。嗯。我还有这种飞机饼干，啊、就我小时候。你还小时候还有什么？这些是你小时候的吗？对啊。这些啊，这个是吗？啊、面茶粉啊。面茶粉呢、啊？还有这个羊毛纸，这都是你小时候的。哪个呀？这个是巧克力酱。这个我小时候也吃过。啊，对啊，我有次把它吞下去。这是那个泡泡糖。我有次不然把它吞下去。是吗？泡糖啊，荷包蛋。对，我小时候也有这个。这个我小时候也有，老公小时候你有吗？这就一甩，对不对？哎呀，那我俩差不多的童年呢。这个也有，这个叫什么？哎，不是，我有一个就吹胡子那个，对不对？哦，对。来，哪个？红色的那个烤肉。你小时候有啊？有。我看这个，我不记得有没有这个，好像也有。嘿。我有一次把这个放在桌上，把吓死。哦，很恶心这东西，不要给我看这个。现在是买一个软糖了，放在桌上吓死了。哦，那个我小时候也有，还有奶豆也有，啊这个、对不对？对，这个我们叫什么小馒头啊、哦？啊，对，旺仔小馒头。老公，你来看这个，好可爱哦，老公，看，我送我爸一个高粱，怎么样？可以啊。然后米酒，蓝白托，对不对？蓝白托，对。然后啤酒，哎，大同电锅，这可爱哈。这几个你看哈，蛮牛，蛮牛。这是那什么花露水，嗯，好，一千块。哎，宝贝不要摸。来过无数次的大溪老街，在干妈店里，让我们看到了相距1800公里的我们。有着如此之多的相似，缘分真的妙不可言。不同的地域，不同的年龄，让我们的童年有着相同的回忆。我跟大家讲啊，这个就是凤飞飞他们家老家，就从这边走下去。啊，这边有个牌子，这边有写，我以前都不知道，是网友跟我提说让我过来拍，我才来过。所以说这边我已经拍过了，这次就不进去了。是在这个宫旁边，福仁宫旁边的巷子。然后这一摊客家马吉也不错，红豆花生跟黑芝麻口味。哇，这一摊也围了很多人，这是德奖辣酱与纯米萝卜糕。小心烫哦，小辣的。可以从这边下来的台阶这一边，然后看风景。宝贝啊，这个桥是哪个桥啊？这个桥是什么桥啊？跨海大桥。跨海大桥。我们刚才有来这边吗？我忘记了。有啦，我们刚才从这里走过来的。哦，这个是我看什么氏的家庙，这个是皇室，应该是皇室家庙。还是凤堂哎，对。我们来这边坐休息一下吧，看风景啊。
来呀、啊，宝贝。宝贝小时候在那个望远镜那边，然后拍的照片，好可爱啊。你们快看快看，拨云见日喽！有彩虹。然后这个是大溪桥，就这个吊桥。哎，这不算吊桥，大溪桥。大家走近拍一下。这上面有一些浮雕什么的，还蛮漂亮的。我们有一次车停到那边的停车场，然后这样走过来。然后我们刚才是从这个桥开过来的。我记得打陀螺这老先生一般会在这里玩，今天没来，可能是因为下雨。以前来这儿的话，女儿都会在这边玩一会儿，现在长大了，你看她还是过来了。你还要在这玩吗？嘿，还要在这玩吗？给你们秀一下我的好，你给我秀一下，放地上就好了。哎呦，后面的小妹妹好 Q 哦。对，那你呢？开始你的表演。开始。加油哦。后面弟弟都巴巴你了，宝贝。是什么意思？我不用爬，我直接跳下来。哦。太厉害了。那个大陀螺，我看看这个叫什么，是不是叫陀螺公园？大溪陀螺的由来。哦，这样。那还有那个日文，还有对英文，日文跟英文的介绍。日文这边的建筑的话就很有这样日式的风格，这个凉亭，然后这边有一个，这个是厕所。这边哦，这边是相扑场旧址，就是这里。哎，老公，这是相扑场旧址，这个真的是日治时期就像存在的这样的一个地方。嗯，那我要两个这个芋头的，然后一个擦柜好吗？我不要带肉馅这个，谢谢。这个就叫藕桂条哈。对。嗯，绿豆啊，你等一下是你的再来。